们今天来看牙齿涂氟。对，顺便来检查牙齿哦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牙齿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干嘛吗？等牙齿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们现在等那个医生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知道今天是涂氟，你想要什么口味？巧克力。那你要问医生。同学都说要巧克力。巧克力哦。嗯。你想要试看看是不是？很好吃。很好吃。对。巧克力。你说这个是泡泡糖？对，这是太妃糖。哦，你选的是什么？泡泡糖。泡泡糖，好哎。比你的食物卡到里面还要没感觉啊？为什么叔叔要放这个？哦，那你放来啊哦，叔叔放这个东西的目的，只要不要让菜渣掉进去蛀更。快看咖啡啊！快好了，你等一下。快好了，很快。然后这只是临时的哦，临时的意思就是说会掉，哦，都会掉，只是不想要让它在这段时间内再卡菜渣。好，那叔叔帮你擦擦牙齿，好不好？哦，帮你怎么擦？用小毛巾擦。好，用小毛巾帮你把牙齿擦干净，好不好？因为不擦干净，等一下没办法涂果酱。好，那你嘴巴合小一点点，好，谢谢你哦。叔叔手指头会这样子，噜噜噜噜噜，不会痛，对不对？叔叔讲话也很适合儿童牙。对啊，我们其实都是还是会用小朋友的方法跟他们讲。好，谢谢你哦，哈，我们擦擦你的小牙齿哦。OK， 哇，你刚刚有在家里有刷干净？有刷干净，对，有。所以呢？叔叔擦你的牙齿的时候没有很多牙垢哎，好，谢谢你哦。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就帮你涂一涂就好了。然后谢谢你哦，你放轻松就好。对对，不会怎么样。一点都不痛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要放你刚挑的口味的那个。但是呢，他的旧 X 光确定他的第二左下的第二小臼齿是没有看见恒牙牙胚哦，所以高几率啊，几乎就是确定了，没有未来不会换。这一颗不会换牙哦， oh. 嗯，这一颗不会换牙，底下没有东西可以换。好、oh. 哦，然后叔叔帮你涂一个太妃糖的果酱哦，这不会很舒服的、泡泡糖的啊、来涂了哇，好，这个涂了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会怎么样？比较不会蛀牙耶，你就可以少做一点点辅助牙的动作，就跟哥哥一样。嗯、好，他为什么会怕？做的原因是哥哥有做过两次小钢牙，哦，小钢牙 是。然后他就看哥哥在那边哭啊，是。然后他所以上一次检查本来要帮他处理，但是他就一直说，我不要跟哥哥一样。哦。我们就最后就说好，那如果真的你等到你痛了，真的不行了，我们就真的是把他赶快帮你去处理。是是是。对吧？因为我们没办法。我了解，我了解小朋友的意愿。OK。好。但是要注意，就是密切观察了，密切观察。好，对，因为那颗有可能就是会痛。对啊，几率蛮高的，因为它还要用好几年嘛。对，我们家哥哥是全部都处理掉了。嗯，他原本是蛮多的。姐姐拿吸管哦，你不要怕哦。哎，吸管不恐怖，对不对？咕噜咕噜的而已。那叔叔会帮你涂满哎。涂满。为什么你超乖的？所以你全部的牙齿都可以涂得满满的。这边也帮他吸一下，小吸管哦。小吸管只是声音很大，一点都不恐怖哦，你也不会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用小吸管？因为你的口水很多啊，年轻的小朋友，你们年纪比较小，口水就比较多。好 ，OK， 满满的哦，但是嘴巴里面满满的都是。好 ，OK， 坐起来吧，我们给他两包。哎、yeah. ，好。我们涂好了，一，这什么口味？太妃糖。嗯，不是糖，不是那个。哦，是那个哦，口香糖，对对对对对，泡泡糖，泡泡糖，好，耶、yeah, ，可以看完医生，然后再来扭蛋哈、哦。你选的是什么？我选的是萌 Q 萌 Q。好，我们来扭蛋吧。放这里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可以放吗？好，转。有，再来。啊啊！这里面是空的，你那个是空的。我们刚好阿姨人很好，再补一个给我们。对，来选一个插进去。好，柯基的慵懒日记。有了，
Yes， 好。会不会是这两只呢？没有，你不知道，要打好。你打得开吗？睡觉的柯基犬，可爱，但它也流口水，小爱心。今天看完了牙齿，觉得怎么样？好玩。它有甜甜的吗？有。有哦，会害怕吗？不会，那跟大家拜拜。